云南的咖啡确实很牛，很了不起。我们全省种咖啡有115万亩，每年咖啡的产量有15到20万吨，这个吨数在全国占到国产咖啡的95%。云南的咖啡质量很好，它属于小粒咖啡，和国际上的一些优质咖啡应该是不相上下，口感好。云南的茶也是闻名世界，您会如何向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云南茶？云南是茶的故乡，国际茶叶委员会曾经授予普洱市是世界茶园的称号。茶叶行业有个标准，树龄在100年以上的茶树才有资格称为古茶树。景迈山有20000亩连片的古茶林，种茶的历史有1000多年。现在呢，全省茶产业的综合产值已经达到了1500亿，是我们全省600万茶农的摇钱树，他们通过茶叶大大的增收。